开车还是坐缆车？因为他后面有三个人，一个说不要去，一个说要坐缆车，一个说要开车。阿妈，我一定。哦，怎么玩的？阿妈一定是说啊，开车啦，开车。没有啊，然后我就往上飞了。阿妈是说麦基啊，麦基，他是说那是在山上诶，欧叔叔，欧叔叔啦，欧叔叔。啊，还有豆花要吃。